上回台上挺成功的，我觉得第二次我们得出个全新的产品。丝绸戏这里头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唱腔，打花舌。打花舌，对，不赖不赖的。打花舌啊，我觉得可以把饶舌啊，饶舌跟我们这个比如说花舌结合一下，说不定有一个好的效果。我挺忐忑的，说实话，因为他毕竟太长时间没有在台前从事他的这个丝绸戏，那更不要说去尝试别的风格的音乐的一种表现了。可以尝试一下，但我心里不是特别有把握。那你的手伸出去，别的我伸出去了，刚才。这儿。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跟他一起融合，因为我是戏曲演员。戏曲演员讲究他端着那种范儿，你不能乱动。但是你现在跟流行一结合呢，我得有一过程，这个是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我尽量吧。啊，好。放松点，不用紧张，放松。好吧。啊，这次可以让大家再次感受我们的流行音乐和这种传统戏曲的结合的这种魅力，所以呢，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舞台的效果。